在正中间，请稍微靠墙壁近一点。对，这边光是最漂亮的。请您看看中间的相机。看看左手边的相机。也看看您的右手边。再看看正中间。如果你需要楼梯的话，还是为你安排，谢谢。通常都是要亲吻金曲奖的，哇！我们都有做完全的消毒，不要怕有 MERS， 谢谢。这座金曲奖是魏如萱为你待会要拿的最佳女歌手暖身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看中间的相机，再请娃娃照顾一下后面的大机器，跟他们挥挥手。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？摄影美女朋友们？跳一下。好，那娃娃通常呢在后面都要跳一下，不过你今天怕东西掉出来，所以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不，你在经典画面跳一下，不过今天你例外，因为真的怕东西掉出来，所以我们就请在黄宗明导演再说一次得奖感言，如果你能记得的话，没有的话可以掰一个 ，OK 的。OK， 我要先谢谢中平导演，因为我第一次参加金曲奖，然后因为中平导演的关系，然后我拿到金曲奖的讲座，我刚刚有一点吓一跳，对，然后上台的感觉很好。所以我希望 我以为我等下女歌手的时候才会上台这样，很想拿女歌手的奖，但是很谢谢评审，我自己也很喜欢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这支 MV， 就是真的很漂亮。对，那电子媒体朋友，我想要问的问题呢？会，如果真的我已经马上哭了，我是我感言都想好，对啊，还有很多话想讲。好，你就等一下，如果万一有拿到的话，好，我就是把高跟鞋拿掉跳，这样好不好？现在要东西不会讲出来，现在跳就中奖啦。什么？待会我们粘好再上，谢谢娃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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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请，谢谢谢谢。